我是一个歌星，我热爱我的工作，虽然只是这么薄薄的一片。咔！我的天哪！你不会轻点话，你把口红镜头都弄断了。导演，我不知道口红这么软的。整个上午就拍你这个镜头，拍到现在都拍不完，你这怎么搞的呢？你不会轻点啊？导演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好不好？你要轻点话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这次我真的知道。来来来，道具队，来来，再拿口红把那镜擦干净，快快快快快快！那个灯光再补一补，看够不够啊？啊？对不起，导演，对不起。好，来来来，拍板，快点，准备来了。好了，来拍板。Camera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是一个歌星，我热爱我的工作。虽然只是这么薄薄的一片，可是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。导演，我这次没有弄断呢。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广告吗？啊，画这么长一个，你以为是成人尿布啊？啊！这边，快，这边，导演，你在哪里找中医？在这。啊，这会不会演戏嘛？抽烟，我不抽烟，我跟你说，你马上给我找会演戏的来。这样怎么办呢？我们胶片都浪费，时间浪费掉。你看现在你可几点了已经？便宜，钱都付过了，钱都付过了。给个临时演员角色好吧？好。那找谁来代替他？这，我有大牌的。啊，这样，你早说啊。大牌，请了，你见到小姐。哎呦，满意吧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方小姐。哎呀，方小姐，你早说嘛，制片，你早说拍不就没事了吗？你好，哎，方姐，这个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制片跟我讲哦，您都知道了。哎，您这反应太快。哎，这个，这个谁，你到这个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这你没关系了，这样子，你这个戏还是有，好吧？就角色换一下，你现在就把口红呢，递给他。有没有我的镜头啊？有，当然有了镜头了。来，你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准备。来，你把口红拿好。哎，道具刚刚还可以拿个新口红嘛？好，在这边。好，那这口红交给你啊。来，方姐，来，请你，方姐。导演，你这里不是化妆师是吧？哎，有。哎，化妆师，快弄。来。哎，不要动我头发，不要随便乱弄我头发。对不起，不要随便乱弄我头发。那方姐，您这意思啊，这样可以的吗？可以的啊，好，那来了啊，来拍板 ，Camera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我热爱我的工作。咔，导演，他这样抢戏，我没有办法演。咔！哎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你递给他就好，你脸凑那么近干什么？你抢镜头啊？你不是说有我的镜头吗？有，那镜头只有你手部分的镜头，没有你脸部的镜头吗？啊？来，你懂了没有？你的声音就好了啊，脸不要凑进去，知不知道？是我拉高一点好不好？那颜色怕抢到我。对，好，准备好没有？来，拍板。Camera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我热爱我的工作，虽然只是薄薄的一片，可是呢，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。咔！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看看他画的多好啊！导演，你没看他画的这样歪七扭八的，怎么会好呢？就是好，好就是好，歪七扭八和锯齿形啊，有吸水力更强。你懂什么？哎呦，方姐，你是太棒了！谢谢导演。我马上就希望还有其他的广告呢，还要找你继续拍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老色鬼，我就知道你说他高，你说他漂亮，所以你就用他，没有关系，我有本钱，因为我还年轻。我们。